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有两遍数 SY 啊，哦，那 SEY 哈，这个 SEY 的 N 比数据的相关系数呢是 0.7， 那已知另外两变量 U 跟 X 关系是一个线性的关系，它是线性的关系的，那么它问呢 RUV 多少？那我们可以带公式了哈 ，RUV 哈。这个是等于多少？绝对值 AC 分之绝对 AC RRSY 啊。其中哦，这是 A， 这是 B， 这是 C， 这是 D 啊。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哦 ，AC 是负三乘以负一是三 ，AC 取决值也是三。RSY， 所以还是 0.7， 所以答案是 0.7。